1986年第一次大声的发出来。每一层都是三根树枝，每一层三根树枝，三根树枝，三根树枝。东方神树，扶桑古树，这是三足金乌。同大利人性。商代晚期，公元1250年。然后整个人像的弯，然后眉笔眼高鼻梁大嘴巴，很多人认为这个造型的他长得像西方人，他就长得像外星人。待会儿我们都说到这个人像今天戴了那个手串，原来是个熟人。那整个人像最经典的帮你看，是大川，不是华丽。其实准确讲，大川也是。前第一层是当地石头馆，就是墙面上的袈裟；第二层的话呢是半袖石头馆，像我们穿 T 恤一样；然后里边这一层的话呢是个宅地式的长衣。最特殊的是它的下摆，我们会发现它像燕尾一样。第一层服饰和它纹饰最多，应该比较集中。主要的纹饰呢是这个鸟的纹饰、虫纹以及上下两组的花纹。螺纹是不同人身的发展具有特色。另外呢，衣领是龙冠和纹大饰，大饰在这个时候是往前的象征。对，能够穿上这件衣服的人，身份必然是龙凤呈祥。再者呢，就是在他的中间这层衣服呢，是领口处的龙纹形象，所以很多人笑称它为最早的龙袍。里边这层有燕尾纹下摆，然后上面有鸟的纹饰，鸟呢是我们特殊的种族。所以当年能够结这样一个服饰的人，身份一定可能就是吴王手上。大家这里的非常有特点，看一下他穿的这个。随手捏碎的玩偶，是作为我一个巫师或者是神明的造型设计。这个陶人像呢，当然在陶器当中是非常有特色的，它作为陶器大陆生产生活。不过呢，它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就是大家错眼来看，这是一个中国线，就是咱们经常会说到的 C 位。除了这件旗，后边都是陶器。相比之下，它就不是。禁止出境展示，太牛逼了。锅，这竟然是一个锅。那接下来讲到这个陶器，它造型风格比较不一样。盆儿，这竟然是一个盆儿，还挺精致的。
张。以玉通神。奥特曼，这是迪迦奥特曼。一代兽熊先生的存在，代表的就是早期熊先生的存在。而在面具的额头中间，大家注意看，会发现有个小方孔，那个小方孔是面具做好以后可以去凿的。新目的呢，应该是要安装合适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确定的答案呢？因为我们这样的面具共出土了三件，其中另外两件就是有回龙模式的造型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这些眼睛形象呢，在清上都有单独小窗口，也就是说作为单独的神像，让人们来给你膜拜。眼睛应该是作为这个时期非常火的神明造型。眼睛的崇拜呢，主要是，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含蓄的概念。但实际上，人和动物相结合在商会主义中很常见。那么，在一些神话传说当中，没有说到人和鸟相结合，欧芒神和人神都有。那么，这个人像的上半截呢，我们在八号可以已经找到了，这个器物不是原件，是复制品。因为原件已经残缺的上半截在一起。我们过去七月份的时候是新的，七月份是什么？看这修玉的，三星堆文物修复。修复，你看中间那个地方。